我是公关猎头党的2010年6月9号，那个百夫长，9:16出牌的时候是4177，原型还有树林的拳头用541，帮我看一下。用500行拳的，在百夫站停岗。4177赤江沿线啊，树林的用500行拳的，在百夫站关闭他们。1537+3又541，4177赤江沿线刚好受领了捐的，在百福站通过了20里，还是一个按钮，拜拜。